有这么巧，那么多人刚好都是你的好友。厂长，他好像直接略过我的意思。那边片红光。没有风窗，他想闪现震慑。哎呦，对啊，他想闪现震慑才这样打。哇，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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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OK， 还好还好，来得及跨。哇，刚才那个声音被他拐到了，这个。哎呀！哎呀！怎么机子这么慢啊？是我修掉两台、欸。为什么机子这么慢？而且我只有这段时间没有半个人在休息耶、欸。哇，这个怎么回事啊？不是啊，你们干嘛、啊？哎、欸，不知道干嘛？不懂。我前面这段时间也够早就够他第二个闪现出来了呢，那第最后一台机子呢？啊，你们刚才为什么不直接休息就好？让这么多人过来救，还好机子还够。
然后打开门站了，他手上有闪现。是挡黑炭没有错啦，但是我觉得刚才他们那个机子，我以为是他们真的完全没修，就是都有修了，在门口，在门口。哇，你会不会平局啊？他两只娃娃都在那里，哇，真的平局了。哎、欸，糟糕。那没有去预防娃娃在两只在那边的事实哎、欸，说真的，因为这只娃娃敢摸的原因是因为它在挂计时。像这没有牌的厂长也玩成这样，